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罗宾。今天呢，不给大家分享什么其他的内容，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个新成员啊，就是小家伙啊。等一会儿，来过来。我的频道里面呢，这个小家伙一直都有入镜，长期来抢我的镜头，所以很多人对他比较感兴趣。所以今天呢，就和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位。正式的成员，他已经在我们家有1个月了，已经有3个月大了。然后很多人呢比较关心我这个猫是怎么来的，它是什么品种，然后多少钱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正式介绍一下。我拍视频的时候，它就喜欢这样趴着或者到处转啊，喜欢睡觉。我叫它的名字叫罗小咪，它有大概3个月大。今天呢给它正式打了第一针疫苗。这个猫其实是别人送给我们的。干什么？哎。他特别喜欢我的这个小抽屉。好了，他已经睡着了。猫啊，几乎上一天1/4的时间都在睡觉。很多朋友说它的品种是什么啊？它品种还是挺有意思，和大家聊一下。它的妈妈呢是英国的英短猫，然后呢，它的妈妈有次呢，在它的主人不经意的时候呢，就跑出去了。在发情的时候呢，就跑出去了。过了几天呢，就回到家，然后没多久呢，就发现它的主人就发现它的妈妈呢就怀孕了。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，因为这个原因呢，它的种呢就不是特别好，所以呢，等它的妈妈生下来呢，这窝他妈好像生了3个，然后剩下3个呢，他们的主人呢，妈的主人就不是特别喜欢，然后就准备把他们兄妹3个呢，就准备就处理掉，就比如说送人啊。然后我们就在这3只小猫里面呢，就发现它挺投缘的，觉得它挺好看的，挺漂亮的，所以呢就把它给收养下来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它的妈妈打破了常规，打破了包办婚姻啊，为了自由，为了爱情，为了自由恋爱啊，就出去生下了它们。所以呢，它的品种呢。说好听一点就是混血，说不好听点呢，就是我们民间说法，就是串串和杂交猫，对，就不是那么的纯，品种不是那么的纯，但它还是属于英短类的。它呢是一只公猫，3个月大小的公猫，目前它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子了。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猫，我是喜欢小小动物，喜欢狗。其实原来没养猫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好像猫就是特别的高冷。啊，不是特别大爱搭理人，然后不像狗一样的，狗可以和人来做朋友。但是养的这只猫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要是不理它的时候，它就会过来找你。就像我拍视频的时候，它就会蹦出来，啊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然后看我们干嘛。就包括现在这个样子啊，它就在这里睡觉，然后特别喜欢咬人，别，不能咬哦。好了，关于我们家的新成员呢，我也罗小咪啊，正式的和大家就介绍一下，其他的也没什么的。好了，罗小咪和大家打个招呼，我们说再见了，来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哎，别咬我，别咬我，啊，来看镜头，看这里，看那边，再见，哎，又咬我，又咬我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再见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嘿，再见再见，再见再见，他还是喜欢睡觉啊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看这里。